大家看我搓这碗球能够搓得稳的话，不带手腕的，全部不带手腕的，全部是肘关节跟我们的什么，跟我们的手指在接触球的时候抓紧一下就可以，看好，不要晃啊，不要晃，如果要加转的话，加速就可以加转了。走，你要看球来改变啊，你看这里，改变一下，对，慢一点，过来，不要固定死的，一定要盯好我的球，手上的感觉要好，不要痛。抓紧球拍，触球的时候抓紧一下球拍，板头对好。你看为什么你重心那么高呢？人高吧？下去。